sing you'll be for us.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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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trike the harp and join the chorus. Oh, follow me in merry measure while I tell of yuletide treasure. Fast away the old year passes.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各位同学上课啦。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拿了一个大独家，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呢，子瑜他去申请啊，他用他个人的名义啊，英雄出少年啊，啊，这位子瑜呢现在还在念大学啊，大学还没毕业，他呢用他自己的名义去申请啊，跟这个教育部申请，按照这个资讯档案公开的相关法案资讯法，去申请了蔡同学这份应带薪的这份公文。这份应带薪的公文呢，跟一般的公文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团队眼尖，一看到就是其他一般的公文就是一件一页，这份应带薪的公文呢有十页啊。这个十页啊，其实应带薪呢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整个十页的公文统筹的称呼叫做国立政治大学的送审。送谁呢？送蔡同学送审的所有的按照时间轴列下来的公文。那么眼睛一尖，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公文里面呢，如果调出来看，就可以看到蔡同学他从1983年一路的讲师副教授这一路送审过来的走过的所有轨迹。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升等，那么他肯定要有他的毕业证书、毕业论文啊，什么时候拿到的，然后什么时候讲师，什么时候副教授，所有的时间点都要跟一般正常人一样规规矩矩都有。所以这份包含了应带薪的这份十页的公文一摊出来，一翻两瞪眼。好，这份公文里面有一个叫应带薪。什么是应带薪呢？英国代表处新闻组啊，这是我们的判断。那这个为什么是英国代表处新闻组？因为学历证件要认证，好，就要通过英国代表处，那他们可能是透过新闻组或者新闻什么东西的去做验证。好，一般正常人清清白白一翻两瞪眼，根本不必啰嗦，连一个解释都不必啊，很简单，一下去啊，验证 OK 过了，过了就可以。问题蔡同学，你足足花了一年五个月，让我们搞不懂的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又跟别人不一样了。好，这是我们昨天的前情摘要，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里面有问题。那我们的子瑜呢，就用他个人的名义，他是淡江的学生，他就去申请啊，要来这个借阅这些相关的公文内容。结果这一份公文有十页啊，有十份，他呢只借到了两份半，其他七份半不给借，他这就快了。而且很好笑的是说，公文只给你看半边，你不是觉得太好笑了吗？所以这不是在跟你讲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所以我还讲说，这位教育部的同仁哈，或者是潘文忠，其实我在想你卧底卧很久了，你卧底卧得很闷了，你心想说你老板快下台了，赶快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然后给自己找另外半份工作。所以你给了我们半份公文的意思，不是告诉我们说另外半份有问题吗？你不觉得这个政府官员挺幽默的啊，他摆明了告诉我们说另外半份出了问题了，然后呢他给了我们两份半，意思不是说除了这半份有问题之外呢，还另外七份不给看的，赶快把它给找出来，这就是问题，不是这样吗？那我就要讲说蔡同学他现在呢，我想莱尔集团现在应该很紧张啊，这个莱尔鹰粉集团，因为莱尔集团会讲到不然变成柯文哲，莱尔还有先来后到的问题哈，这是莱尔呢还有分辈分，莱尔鹰粉呢现在应该很紧张。为什么？因为那开始我们就要找那七份半怎么办呢？要来灭证。我要跟各位讲，我们之所以把大声嚷嚷出来，就是说只要你不认为你自己不是莱尔鹰粉的，赶快备份啊，不管你是公务员的什么层级，只要你不是莱尔鹰粉的，你赶快备份。为什么备份呢？不是要你声援综艺咖啊，综艺咖没什么好声援的，反正人就这样嘛，缩头一刀，伸头一刀，都进了衙门了，
衙门你家开的我也认了啊，没关系啊，就这么回事，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但现在问题出在你们不要当余文啊，到头来纵一咖被逼急了，你知道那个穷寇莫追啊，狗急别跳墙，我20年在台大任教的退休金都没了啊，你再追杀我，我跑到民事去讨口饭吃，你又追杀我，我现在跑到正清关不了，已经没钱了，你还追杀我，我跟你讲穷寇莫追哈，派你当搞笑林哈，这个你穷寇莫追哈。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要给人家留一条生路，现在呢公务人员你赶快保全证据，你千万别当余文啊，我都被蔡同学你都把我告上法庭了哈，这证明你犯了大忌啊，你在追穷寇，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你 short hand 嘛，那所以这些公务人员你们要当证人呢，还是要当污点证人呢，还是要当被告呢，还是要当这个主嫌呢，你们自己判断哈。那我教你们，你们现在可以自保的方式就是把这些还没动手脚的赶快备份起来，藏在云端，藏在这个车库里，要不然送一份给正经关不了，好不好？最安全的方法是送一份给正经关不了，好，那将来呢你就自保了，而且你可以在正经关不了的送给我们的这份文上面留下一个暗号，或者留下一个号码，或者留个几个指纹，将来呢你被告成被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来当成你的证人啊，证明你曾经跟我们发过求救信号，证明你们是被逼的没有办法啊，而没有别的选择，好吗？这样如果没听到的啊，各位告这个可能是莱尔鹰粉集团的共犯的脸书上面，或者这个机构上面去帮我的这段话留言给他们，好吗？我们是在招降纳叛嘛？不是啦，不是招，我们没那么大啊，我们是这个已经是被打成是这个流寇了，我们没有什么招降纳叛的这个公权力，我们只是在教你一堂公务人员的自保啊，不要搞到退休金一毛都没有啊，跟我一样。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在这一份 7.5 个见不得人的公文中，必然有他见不得阳光的地方啊。我们从总统府的魔术秀跟总统府发言人前后不断的这个撒谎，其实我们从他撒的谎可以看出来，他说什么就是要误导我们跳进去什么，他不说什么就是告诉我们真相就在这里，所以很明白了。好，那我就要讲说，首先我们要来看看蔡同学的这一生跟人家不一样，有两点啊，他前面怎么不一样，他家怎么发迹的，怎么得到土地的啊，怎么去经营八大行业的，他怎么去念中山女高，怎么去进到台大法律系，这个我们就算了，就先不谈。哎，其实我到今天为止，我开始怀疑蔡同学真的是按照正常管道进到台大法律系，我以前从来不怀疑，好，因为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其实我碰到很多很聪明的同学，前面混混混混到最后三个月哦，我碰过那种三个月前还是阿斗哦，联考前三个月突然不见踪影，然后三个月后台大，还有第一志愿的，你知道碰到这种人，你真的很想一头撞死啊，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我不奇怪了，就说啊你功课烂啊怎么样，我真不奇怪，但是这种人呢通常去国外留学以后成绩会变得非常的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不喜欢台湾的填鸭式教育，但在国外呢你又不可能，你在国外不可能在什么有人罩你啊或什么，而且国外的考试都是那种 open book essay question， 考你的观念，考你的论述能力啊，不像台湾全部都选择题啊，同学照一照，小抄丢一丢，你说你中山女中毕业，然后大学联考照样，搞不好你找枪手呢，哎，这不知道，台湾这种事情多得很啊，不是吗？以前还记得吗？那个马英九的姐姐不是曾经当过枪手被抓吗？我们在节目中不是还哎真的还上了报，不是吗？我记得我在一电视还揶揄过他，他是史上最烂的枪手啊，因为后来证明他帮人家代考，好像不是，对，他就涉入这种所谓的好像是题目帮忙解题还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答案镀进去啊，
细节我记不得很清楚了啊，别来告我啊，细节我搞不清楚。结果他帮的那个人好像考得蛮烂的，我们在节目中也遇过，所以在那个年代不是不可能找枪手啊，真的不是不可能。但是所以后来我把蔡同学这一生的历程整个走一遍之后，我还真的开始怀疑，我开始怀疑他台大是怎么进去的啊。这段没有关系，各位把它当成是这个假博士博士后研究啊，有兴趣再慢慢查，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要讲的是一个正常的人在到了国外之后，好，我讲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在 Cornell 的 LLM， 好， LLM 是什么呢？ LLM 是比较法学硕士，通常 LLM 呢，这个班上你看不到真正的美国人，几乎没有，好，就是纯 LLM 的这个上面，因为美国人不会去念 LLM， LLM 的简单的讲叫做比较法学，那各国家的这种比较法学硕士的 program 开的不一样，受的课程也不一样，受的课程大同小异，但是班的学位不一样，有一种叫 LLM， 有一种叫 MLI， MLI 才常常被人家笑说这叫做 Master of Legal Idiot， 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学硕士是九个月的，对于 quarter 制来讲就是三个 quarter， semester 就是两个 semester， 大概就十个月，十个月就拿到了，而且这种硕士是不用写论文。那你说很多人的 学位是不用写论文，我的 master 就是不用，我在美国念 master， 我的 master 就不用写论文，因为什么？我转到了一个系叫 public policy administrations， 专门走这个，我专门念就是经济跟business， 它是 public policy， 跟这个business school joint program， 那这个系呢的 master 就不用写论文，所以你不要去 google 我的 master 论文，找不到你家的事，我没有。这个是一个三个学期的，那你修完的课，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要36个学分吧，就是一个学分，一堂课三学分，你要修满三个四个，然后有人念到一年半，有人念到两年，那课还蛮硬的，因为你的同学都是 business school 的，都是 MBA 的，那 MBA 的学生本来程度就不错，因为美国人也很现实嘛，他们有两种学历，有两种学院很难，三种学院很难进。一个是 MD， 好，就是 medical， 他们要去当医生的，哦，这个超难进。好，另外一个是MBA 也有点难进，因为美国人要不管你本来念什么，你念个 MBA， 念个商业硕士，好，到华尔街，到很多地方好找工作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好，这两个东西是难念的啊。结果呢，我们就是个 joint program， 是同学很多都是没有三两三不敢来，不上梁山的，所以。那考试给成绩都是给 curve 嘛，所以同学强，那相对这个就不好念。好，那么正常的人呢是硕士有可能有论文，但是美国大概有三分之二吧，可能有到三分之二哦的硕士是不需要写论文的，可以。LLM Cornell 摆明跟你讲，你九个月好，十个月一定念完的。结果我们蔡同学呢练了两遍。十个月念完一遍不够，我再念一遍，那老师已经快抓狂了，不知道这人在干嘛。所谓的再念一遍，他就是留下来，可能再多修几堂奇奇怪怪的课，找一些那个大补丸。这种行为在一般当年我们1980年出国的留学生没有那么白痴的啦。你知道在英国在 Cornell 念书有多贵吗？ Cornell 是有名的贵的学校，那照这个情形来讲的话，那一般人赶快念完赶快跑啊，他为什么留着？好，那是我们的判断，就是说，因为，有很多同业都找出来相关的时间去对照年表，说那个时候是中美断交，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就是Jimmy Carter。后来，台湾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风雨飘摇嘛，那个时候是台湾在海外的第一波移民潮。Turkey's already
我在复兴小学、复兴初中同学，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家庭就移民，好，因为他们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家里面很多人逃难过一波啊，所以对于那种逃难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在台湾有一些省级冲突啊，很多人骂说这个啊，从1949年来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外省人啊会卖台，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其实比在台湾土生土长没有跟共产党交手过的更怕共产党，而且更讨厌共产党，好，所以那个时候中美断交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我的同学很多都是那个时候的有一些特权的权贵，他们真的都移民了，都跑了，因为听到共产党三个字毛骨悚然跑了，那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的一波移民潮，好，那你要跑，你要有能力跑啊，对不对？你要有这个经济能力，不然你跑去哪里，你去干嘛？好，所以那蔡同学家的不用讲了，他八大行业加特权，好，你想想看，他爸爸是屏东的这个同乡会会长，那个时候屏东还有高郎啊，或者三明郎呢，很多啊，张丰旭啊，吴景林啊，很多在党国志里面都是相当有权势的人，他们不当同乡会会长，让蔡杰生来当，可见什么？他大金主啊，而且因为这样，所以他结识了很多的党国权贵。那以那个时候的状况来讲，蔡英文当然有条件，蔡同学有条件在纽约，在伊萨卡多待个9个月，跟人家不一样，人家 LRM 9个月跑了，他待了将近2年。这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人家到了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人家规规矩矩的一步一步来，哎，人家至少4年，从 MPhil 到 PhD， 结果你呢？你2年多就稀里糊涂就跟人家讲你毕业了，然后人家的论文呢，好歹从准备到写完。proposal 到写完至少啊1年到1年半啊，那是很强的人啊。好，我改天来教大家，其实你可以写得更短，我就比那个时间写得短。为什么？如果你从开始修课的时候你就跟你的老板把方向定了，你早一点跟他把方向定了，你修你的课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累积你的论文，每个阶段都去找你的老板讨论，我告诉你，你绝对可以快，而且可以快很多，因为你会让你的指导教授知道说，其实你不是到最后面才开始写论文，你从很早开始你就想题目，而且不断在看书，不断跟他互动，他信任你，他知道你累积了足够的实力，而且他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他就不会强迫刻意的要求你一定要1年啊2年啊3年啊。但蔡同学依你自己的说法，那个跟你讲 bloody hell 的人就摆明了知道，你们全系上下都知道，你的老师你知道就是找不到你。我告诉各位，不管你在台湾或者你在国外念硕博士，记得切记切记，好，你不用去三节送礼了哈，没有人这样干的，尤其在国外你一定倒大霉。你也不用像我们跟我们的指导教授保持非常 gentleman 的关系，好，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所谓的示好的东西我们都尽量避免。人情世故那个打打招呼，其他东西我们就画得非常清楚，因为在国外有很多东西是很忌讳的。好，像我就又讲到题外话，你知道我们在 Wisconsin 的时候，在台湾很多师生恋，对不对？在海外是不允许的。好，你说这个男欢女爱你情我愿，这能管吗？这个爱情不是超越时空吗？超越中央山脉吗？超越外太空宇宙大爆炸吗？那你管什么？国外很特别啊，国外不管那个恋爱，谁管你，谁管你谁跟谁恋爱，但是他们就是个严谨的法治社会，他们为了怕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今天老师跟学生恋爱，那会不会就偷渡呢？第二个，哪一天两个人分了散了怎么办？会不会公报私仇呢？所以他们搞得很清楚，私领域黑林道一代际，但是。如果是学生有这种所谓的利益关系冲突关系的时候要报备，真的要 report， 要写一个报告说本人宋一咖，不是，不要讲我自己，本人张三与学生李四自几月几号开始要谈恋爱，那本人的职位是什么，学生的职位是什么，特此报告，你不要以为在胡说八道，当然我现在讲的是中文，你真的要报备啊！报备完了以后，好，领导也带劲。
这就是我欣赏美国人做事的方法，就是公开透明。我敢公开透明，我就给你检验。好，各位同学，你会觉得很瞎？我跟谁谈恋爱关你啥事？那一公布不会不是很好笑吗？那全戏办全所办都在看说，这两个人在干嘛？没有啦，其实外国人对这种事情很坦白了，就是我谈恋爱就谈恋爱啊，关你啥事？那我要告诉你，我们两个谈恋爱，但没办法，现在我们俩有一些这个利益上的关系，但我揭露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们检验，好，我在公领域上面我有没有任何的不公，好，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套逻辑是很合理的啦，好，就好像说我不查你这个地铁的票啊，你们自己投钱自己来自己去公开在这里啊，那我相信你，请你相信我，但有一天你被我抓到的时候你死定了啊，那我就证明说你每天都在当贼，他们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啊，这就是海外西方世界他们可以有他们的法治跟文明的一个很好的基础。那这种基础，这种逻辑我非常欣赏，我非常欣赏，人本来就该互信，好，人的逻辑本来就是我证明你是君子，除非有一天我发现你是小人。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东方的法律是我证明你是小人，除非你可以自证你是君子，我觉得这样不对，这样子有的时候扼杀了人性的基本的良善面啊，会让这个社会充满了律法，会让这个社会充满了不信任啊，这不是好事。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我对我的孩子我从来不查他，他跟我什么讲什么我都说好，没问题啊，你说这样很好，但我都会跟他讲说爸爸信任你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让我失去对你的信任啊，这句话对他来讲一生都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而且他知道一旦失去这个他会非常非常的惨啊，当他收到这两个讯号的时候，他就鼓励自己做一个诚实的人啊，不管怎样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告诉我通通没事，而且你告诉我那一刹那你做了再大的坏事，我立刻变成你的队友，就我立刻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我帮你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如果你骗了我一次就可以了，一次以后我们两个就站在不同的阵营，那你的日子难过，我的日子也难过。好了，我又鬼扯了。其实不过同学请留言，爱听我鬼扯的请加一，不爱听我鬼扯的请减一。我加加减减之后如果是小于零的，我以后不鬼扯了。好，我认真的上课，不要鬼扯。好，我现在要讲的是正常的人念书是这样，然后呢正常的人进入博士班是怎样呢？先去考，就是通常这样，博士是申请了以后你有一个指导教授，要有人收你你才进得了博士班啊。所以我进了博士班的时候我会先到一封信，好，然后这每一封信一开始，我跟你讲，申请过学校的人都知道，一拿到信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你过了没过啊。 I'm pleased to tell you OK 你过了啊。然后呢然后如果你说 I'm sorry to 什么，哦，完了，好，那或者是反正什么 我们很后悔什么什么，反正你一看就是 I'm pleased to inform 或什么，哦，来 你被接受了。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我们 assign 啊 Professor Jack M. McLaw 当你的指导教授，好，然后这样他会告诉你有一个又接塞呼啦，好，那我在这边要再补充，一个博士班的学生你被收了，你的指导教授在美国的名校、英国的名校、西方世界的名校、先进国家的名校，你想都不用想，他一定是一个 professor 啊，他一定至少是一个 associate professor 啊，要么他至少一定是个 tenure professor 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他给你一个 rookie 啊，给你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一个生手，那你可能要去问学校说，阿达，我是写作必然卡拜吗？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你为什么给我一个这么资浅的老师？所以蔡同学，你那个 Michael John Elliott 虽然他后来三四十岁以后到五十几岁，他的人生成就包括他后来去做这个公益的 foundation， 募了很多款项做公益，这个人的一生我们都敬佩，但是对不起，他在收你当学生的三十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任何一个在英国待过的人都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不是你的指导教授。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他的这个角色也有点像学伴。好，那应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点像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学校会有这种所谓的 assign 给你的班导师。好，那这个导师呢，可能就会是讲师 lecturer， 或者是part time 的啊，从外面进来的这个 part time 的 lecturer， 但是因为系上可能因为 budget 的问题啦，或者其他编制的问题，或者是大部分的指导教授呢，他们不想要管这种所谓学生生活上的事情，好，所以这种这个年级或这个班的班导师，他们就给 assign 给这种比较年轻的、比较有活力的，然后虽然是 part time 的或者只是 lecturer， 但是因为他们比较有热情。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误把你的这个班导师啊当成你的指导教授。我告诉各位，那个年代如果你念的是博士，你的指导教授绝不可能是一个学士，永远不可能。还有我要讲的是，蔡同学你真的是蔡英文，你的英文真的蔡。好，我们判断啊，你的耳朵可能听错了好几件事情。你不是到处跟人家吹牛说那个你的这个博士口试完了之后，你的老师在那边叽叽猪猪半天，你心想说怎么搞的，耽误这么久时间。就后来老师探头出来跟你讲说，哎呀，我们在讨论呢，啊，不是要不要给你过，是要讨论要给你一个博士还是要给你两个博士。啊，牛吹到这边也就算了，你知道，我们就好像说人心嗨嗨，人生很苦嘛，偶尔讲讲笑话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综艺咖也爱讲笑话。那最后你竟然还讲了一句话，我看这句话就构成法律上的诈欺。若是前面我们把它当笑话，最后你还说呢，讨论了很久之后结果决定，可见你说是决定咯，给我一个半的博士，你知道吗？这句话其实啊，我们私下去聊天哦，我有一天跟欧老师欧崇敬跟还有其他朋友我们在聊天解读心理学，这句话其实本身是什么场景呢？这句话真的发生过哦，你们真的来英文赶快来，我替蔡同学背书。这一段话真的发生过，但它的场景有点不一样。这个场景是你蔡同学的博士的资格要入门的资格考，就是你 MPhil 一年之后， MPhil 就是 Master Philosophy 一年之后，所有在这个 program 的人，如果你是 MPhil PhD， 都表示你想要进到 PhD， 不然你就去念个 Master 就好，你不用来参加这个所谓的 MPhil PhD 的 program， 都是你们想要去念 PhD， 只是按照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规定。我们那个正妹的那个讲师不是也曾经我们有过 video show 过，他也讲过吗？所以基本上你是要念一个学期啊，一年之后你要来敲这个博士的门。好啦，你念了一年之后要敲博士的门啊，怎么敲呢？啊，来了，听我讲话讲那么多，你蛮累蛮腻的，对吧？我们来听听那个正妹怎么讲，大家忘记了啦，我们来 Q 一段我们节目中曾经揭露过的。好，就他事实上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讲师，那么他也是专门负责招生的啊的一个 coordinator， 他还跟大家讲说这个 MPhil PhD program 是怎么回事，而且希望能够在这个四年之内啊可以让大家完成学位。就没想到中华台北来了一个神力女超人，两年半就拿到博士学位，她可能没想过。好，来我们进一段看看这一段，来这个稍微这个喘口气。My name's Katie Steele, and I'm one of the lecturer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here at LSE. So, of course, there's many reasons to pursue a master's in philosophy at LSE.But at least one path to pursue afterwards is a PhD. And indeed, each year, a small number of our students in the master's program feel that they haven't had enough of the department and apply for our PhD program. So jus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PhD program, like other UK programs, we expect students to finish in 4 years.And we provide the assistance to make sure that happens. In the first 1 to 2 years, students are primarily doing coursework. So this will be a combination of master's level courses that they haven't already completed
or special PhD research seminars.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feel that students should come out of their PhD with a broad philosophy education and also the capacity to teach in a wide variety of areas in philosophy. It's not sufficient for students to just focus on a single narrow thesis topic for the entirety of their 4 years. But nonetheless, the thesis is important, of course, and students get a lot of support in this regard. Typically, in their first year, they'll have a single supervisor in the department. And then when they've graduated to sort of full-fledged PhD candidacy level, then they'll have two supervisors. And both of these people will be there to meet with the student on a regular basis, to discuss ideas, content of the thesis, and also plan for important milestones to ensure that the work gets done.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在 Master of Philosophy 念了一年之后，你就要递你的 proposal， 好，来证明你可以进到博士。那这个时候博士的 committee 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个，看看你前面这个 Master of Philosophy 的这一年你的成绩如何，成绩可能包括了上课的成绩、考试的成绩、你的指导教授跟你之间互动给你的成绩。想到这里我就要讲，蔡同学，以你的说法你肯定过不了，因为你的老师根本找不到你，对不对？还 bloody hell 嘞。其实 bloody hell 这句话，你的那个系主任不是在骂那个你的指导教授，他是在骂你，你又听错了。他实际上是在讲说 you bloody hell， 你好大的胆子来英国念书，英文这么菜还不上课，那个老师找不到你，你在干什么？所以蔡同学常常会把他人生受到的创伤 trauma 那个场景把它变造成为自己另外一个 honor 的一个舞台。这点我有时候还蛮佩服他，他可以自我解嘲，换成我们正常人早就已经疯了，对不对？一个正常人到今天论文门被人家追到这个样子，那一定早就已经快发疯了。他没有，他一直不断的创造新的谎言，而且一次一次被打脸，打得真是够肿的。什么指导教授挂了纽约办事处我买的这种东西我们不要讲多，我们被抓一次以后我们就真的很丢脸，要球鞋高挂准备退出公共领域，我看都差不多了。他不会，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汗颜之处，所以我说他真的异于常人。他不异于常人，他怎么能当总统呢？对不对？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是你一年之后
啊，你就要审核你是不是能够进入这个 PhD program。好了，这个审核的过程呢，还包括了你要写一个 proposal， 叫做论文大纲。在台湾念过硕士的人都会经过这一招啊，这一关叫做写一个论文大纲。通常写个论文大纲，有人写半年，至少有人写一年，有人写一年半。我要这样跟各位讲，如果你只是刚刚开始发想，到写完硕士论文大纲，你至少一年以上，好，除非你很早早早就想。像我是去念博士班的第一天，其实我不是博士班第一天，我申请博士班的时候，我就把我的 proposal 记上去了。这点我也是要给所有想去美国念书的同学们一个建议。如果你学像我这样做，你的老师会对你有好感，而且你被收的机会会大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有备而来啊。国外的老师对台湾学生或对亚洲学生最大的抱怨就是说，亚洲学生很会念书，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听好，西方老师对亚洲学生最多的评语啦，不能说抱怨，就说这些人非常会念书，考试难不倒他，但是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不知道你要写什么题目，不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没有自己的学术主见，这是最常见的。没有办法呀，我们从小被选择题、被框架、被标准答案给限死啦。好，这是题外话。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英美国家念书，学学我当年的方法，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先附上你的 proposal。 我的 proposal 没有写很多啦，但你又可以问我说，那时候我又没有念书，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写哈？那如果你在台湾念过硕士的话，你就把你的硕士的研究的东西呢做一些进一步的延伸，哦，就是我博士要延伸这样子的研究继续往下走。各位记得，哦，你千万不要硕士写一个题目，博士写一个题目，哦，你没有那么天纵英明。就最好的方式就是学问要一直累积，哦，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也要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看世界。也就是说，如果你硕士领域已经研究了这个，你最好博士领域从这个发现的结果继续往下延伸，这样子你就可以当这个领域的 expert。 如果你要重新盖一个大楼，你要重新地基打起，那你念个八年十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像蔡同学这样念不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可以有一个 proposal，哦，告诉你的老师，你老师很开心说，哦，这个学生知道他要什么，那我就知道我可以给他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收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学生被我打枪可能不知道，可能会觉得老师说老师不喜欢我，或者老师觉得我不够好。不是不是不是，对我而言，我第一个先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能力指导他。如果我没有能力指导他，他就是爱因斯坦，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爱因斯坦我只知道 E=mc平方，其他我都不知道，那我怎么指导他？所以我不收一个学生 90% 的因素是因为我判断我没有能力指导他，我没有足够能力指导他。所以当我的学生如果给了我他想念什么，我就可以判断我有能力指导他，那我就可以指导他，哦，而且申请国外的学校要记得。所以在现在今天你们赚到了，我再跟你讲秘籍，这个东西什么补习班啊，什么名师都没有办法教你的，因为我在台大指导学生，帮学生申请学校啊，硕士博士各方面我做了20年，哦，那我在国外也待过，我自己的学思历程又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念完书以后工作过之后去申请硕士跟博士念的不一样，反正我的经历非常特别，所以可以帮助很多人。那 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去国外念博士硕博士，好，记得一件事情，最烂的理由就是说没钱。我告诉你，没钱绝不是问题，真的不是问题。我在 Madison 念书的时候，我的中国同学穷到真的是剩一条内裤跑到美国，现在每个都过得比我好，好，他们优秀，而且有毅力，不怕苦，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这些小孩没有的，他们能吃苦。好，那么而且他们真的，他们不怕受挫折，这点我们就台湾小孩是皮很薄，他们不是说他们是因为被，在我讲的不是现在他们有钱了，我讲的是30-40年前，他们呢不是说脸皮厚或者是什么，他们是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他们真的没有钱。就稀里糊涂跑到美国来，这过程很多也是
也是骗老师什么有的没的啊，有的是跟着传教士过来的，然后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什么跳机，六四天安门什么理由都有，但是待下来之后，他们真的没钱，但他们真的很能吃苦，他们什么苦都能吃啊，什么事都能做，什么活都能愿意做，吃苦耐劳，然后又聪明，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不成功也难，啊，那他们最常见的东西就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来得到这个 TARA， 就是所谓 Teaching Assistant 助教或者是研究助理，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有一招大家要学，你们申请学校的时候要先去研究一下系上你要申请这个学校的老师有哪些人是 Graduate Committee 的 Dean， 如果他是 Graduate Committee 的 Dean， 就是他是招收学生的那个专门的负责人，好，当然他们是因为是委员会制，一个人不一定说了算，那第二个看看他们这个系上哪一个老师是，比较资深的，啊，那种大家会，让他三分敬他三分的，那当然这前提是说他的研究领域最重要是他的研究领域要跟你合，我讲过不合他不会收你，啊，那你从他身上你也学不到东西，因为大家隔行如隔山，所以当这三个条件，第一个他学的东西跟你很合，第二个他是望重士林的，不是只有家住士林而已，第三个，啊，就他比较资深，这种人你可以跟他，那你要跟他你要怎么样，先读他的 paper， 先把他的论文调出来看，特别是近五年的论文著作一个一个看，看他在研究什么，然后顺着他的这个东西跟你的研究兴趣去发掘一个东西，最好你可以跟他的论文做一点讨论，最好你还可以指出你他论文当中的几个你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我告诉你一个真正望重士林的学者如果看到有人挑战他，他会非常开心，绝不会更小登修奇，如果会更小登修奇这种教授你就不用跟了，好，如果他觉得哎，这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不但读我的论文，而且还告诉我说我的论文当中呢有444个错字，那这开玩笑，还告诉我说我的论文当中有哪些地方有点问题，或者是说当然你要很客气了，不要说哎你有问题，而是说哎这个老师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式这样的一个写法，我们看看这中间有是不是这个到这个地方呢，有没有什么地方漏了呢，还是说是我哪里读不通呢，他就会觉得哇这个人不但可以当我的学生啊，而且呢可以跟我一起在学术的领域当中共同成长，那你收的机会就非常的大啊。但台湾留学生通常不懂这些东西，好，我刚刚要讲的是，所以呢你的硕士进到你的博士你要弄一个这个 proposal 嘛，那这个 proposal 呢还要审啊， proposal 的大纲啊，我们叫做硕士论文大纲或博士论文大纲要审查，那个审查的过程啊，难过的程度不下于最后的口试，找三个老师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关比博士论文更难过，为什么？因为这关摆明老师是要来吐你槽的，因为你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展开，所以他们会来讲一堆奇奇怪怪天马行空光怪陆离的东西，叫你改这个改那个改这个改那个，然后叫你改题目，跟你说这样做不行那样做不行，搞到你真的是崩溃，啊，所以蔡同学你显然是把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口试被打枪的痛苦经验把它幻想成为你的博士论文口试通过的愉快场景，真的你完全搞错，而刚刚那句话说探头出来跟你讲说我们在决定不知道给你 1.5 个一个博士还是两个博士，最后决定给你 1.5 个博士，这句话其实它的原文是这样解读的，好，欧老师跟我聊了聊以后我们恍然大悟，这个场景是你在你的硕士博士论文大纲口试的时候，你的老师一看你的题目眉头一皱说你这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啊，啊，前面那个落落长英文文法不通就算了，后面呢这个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这个题目之大呀，啊，大到简直就是无边嘛，而且这句话啊，经高人指点这个绝对不是会是一个正常的题目，因为什么，这绝对不是审过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不合文法，啊，而且没什么道理。好，回头我们再讲，啊，包括你的 APA 的格式有问题，这我们都回头再讲。好，我要讲的是，事实上是你的老师交头接耳以后，就差没有骂 bloody hell， 然后跟你说你这个题目啊太大了，啊，大到可以写一到两个博士。我看呢，啊，这个题目基本上，啊，可以写 1.5 个博士题目，所以这个题目是不合格的。请你回去重新改一个题目，
把它 narrow down， 符合一个论文题目可以 conceptualization， 或者可以让它 concept explication， 每一句话可以概念解析，可以测量，可以观察，可以分析，而不是弄一个大而无当的题目，什么不公平贸易防卫机制，天哪，贸易哪里有公平的啦？每个人都想 maximize their utility， 对不对？贸易本来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多赚一点钱嘛。那最后经济学就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手，会让需求跟供给，会让买方跟卖方最后达成一个平衡嘛。那双方都各自想要尽量不公平嘛，对不对？我想多赚点钱嘛，我想省一点钱嘛。最后呢，看不见的手会让他们撮合。所以 unfair trade practices 这句话本来就有问题嘛。safeguard 就是 safeguard， 哪来 safeguard actions， 对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safeguard 本身就是一个防卫机制啦。actions 是防卫机制的行动，很多东西一看就是真正如果是一个望重视灵的学者指导你，这个题目就被打枪了啦。所以你当时就是一个博士论文大纲口试，你被你的老师揶揄说你的题目啊，这可以写个两个博士论文，你拿回去重新来吧，你被打枪了啦，所以你就没有进入博士班。我跟你讲，我现在讲的东西真的就是故事的情节，不是，我不是关洛英，也不是托梦。好，我们兜起来就是这么回事。结果你把你受伤的部分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你就把这个地方呢加以稍微润饰一下，变成你的人生成功经验，还变成了你的博士论文口试之后老师决定赞叹之下要给你一个还是两个博士，最后决定给你 1.5 个博士。所以蔡同学， I fool you， I 真的 fool you， 我真的是，我对你是敬佩有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有关于博士论文的部分。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刚才我们讲了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正常人博士是怎么走过来的。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正常人的副教授是怎么样应聘的。一个人的副教授要应聘是这样子哈，我拿我自己例子来讲，我在 Madison Wisconsin 1995年的五月份六月份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呢，我们其实在拿到毕业证书之前就要开始去寄信啊，去应聘。好。那我就谁都不知道，我就寄了一个台大新闻所，我连所长是谁我都不知道。哦 ，Google 那个年代网络还没有很流行呢，哈，1995年的时候，Internet 还不太那么流行的时候，还要去打听一下说，所长是谁，然后最后写一个图文 in the concern， 谁都不知道，我就把我的东西全部都寄过去，然后跟他讲说我今年五月份会毕业，让我 apply for a job 啊，来应征。然后收到之后呢，你就会马上接到一个通知，啊，你过了没过啊，打不打算希望你回来做个试交或者 interview。 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 interview 的试交的机会，所以我就飞了一趟
回台湾。那回完台回台湾之后，我就是做一个试交，就我试交完了没有多久就直接说我录取了，我就得到了台大新闻所的这个就是所教评会过了。那就通知我说他们现在要送院教评会跟校教评会，通常啦这种新聘教师，院教评会跟校教评会不会去干涉所的规定，除非比方说这个人学历不合格，好，或者是一念念了个野鸡大学，那大家就会有点质疑，但其实坦白讲啦，质疑归质疑啦，还是会尊重系所的决定，系所今天要聘一个老师，野鸡大学你管人家，人家觉得他适合你的这个社科院或者是理学院，你管人家这个物理系要聘谁，你管人家新闻所要配谁，这个聘谁，所以通常不会管。好，那这个很快就会过，因为一般一学期的最后一次的这个系所或者院跟校的教评会大概都放在五六月之间，好，就是放寒暑假之前，大部分人都不想要暑假来开会了，好，所以所有的应聘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间呢赶快塞在这段时间就送审过，所以通常如果快的话，一个月之内，所院校教评会通通都会过。好，那我们现在我回来念书的这1995这个年代，基本上教育部是不负责实质审。早年好像教育部还负责实质审，实质审就是要审你的论文内容。但是如果你是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有毕业证书，有毕业的论文，这两个东西一放，你根本不需要经过审查，你就是副教授。所以从蔡同学的历程来看，不但审查还审查了1年5个月，我证明了他绝对不是拿博士的毕业论文来应聘政大副教授。事实证明也是啊，全世界都证明了，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他没有博士论文啊，哪都没有嘛，所以才会英国没有，三个地方都没有，才会出现在台湾也没有。那当然了，他家车库也不会有啊，床头柜也不会有，因为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我在节目中再三的提一个嫌犯的犯罪心理学，你从嫌犯说过的几句话去判断，他怎么会突然讲了一句全世界念过博士的人都不会去想到的一句话，叫做有学位当然就有论文。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跟你讲说我有毕业证书，我也有博士论文啊，我博士论文在这里啊，对不对？我既有论文又有证书啊，我的论文我的证书就在这里啊，对不对？如假包换，对吧？怎么会就说如有学位就有论文，证明什么？他可能是对他的毕业证书有学位这件事情比较有把握，对他的毕业论文他没把握，所以他说哎，有这个就有这个，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你就不要怀疑我那个。我在节目中也分析过，要造假一张纸非常容易，连钞票美钞都可以弄到机可乱真，人家防伪线里头还有一大堆的那个化学物质在里面，都可以弄得机可乱真啊，更何况是一张毕业证书，要伪造有什么难呢？淘宝随便买啊。但是一本毕业论文，你去淘宝买一份看看，你要弄一份像样的毕业论文，这个没有一个高手帮你弄个一两年，你弄得出来吗？而且这个高手要日以继夜，逢高继轨，悬梁刺股，弄个一两年还弄不出来了。所以你看蔡同学从1984年到2019年这35年间，他想不想生出一份真正的论文？他的心愿就跟那个斑马想要拍一张彩色照片一样，那是日思梦夜梦啊，每天都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何尝不想要去弥补这一段荒唐的空白？所以这35年当中，他日日夜夜都想要生出一本像样的论文来。就问你看看，他2019年6月28号给我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论文来？444个错字，还不讲 format 的错啊，颠三倒四，附注有问题，还有这个1984年去引用了2010年以后的这个东西，格式1984年用了 APA 在1994年以后的格式，可见这是高难度啊，如果那么简单，全世界就不会名校的博士就不会那么珍贵嘛。所以他当然是做出了证书没做出论文，
那他当然要说我有证书，我就有论文，所以你们就不要逼我拿论文，这就是犯罪心理学的真正的动机嘛。好了，那我们就要讲了，一个正常的人很简单呢，你就三个时间点嘛。第一个，你的系所、院校教评会决定聘任你了，然后那个起聘的日期通常就是隔年的8月1号嘛，因为学期的开始嘛。少有人有例外了，像马英九那种突然政务官突然卸下公这个公职，跑到政大，政大还在期中学期的期中给你开一堂课，在学期中应聘的这种人啊、哦，真的是学界找不到一两个了。好，除非你真的出了大问题有状况，啊、哦，那可能叫通融你一下。这种我公职卸下来，立刻到政大找个教职，然后在学期中给你聘，我告诉你，这已经很荒唐了。因为学期中给你聘的意思是什么？是要生出一堂课，要有一群学生，前面几个月不上课，突然学期中来了一个老师，然后把课上完了，所以这很荒唐了。好，那正常的人情况就是8月1号起聘，对不对？所以审查的过程或者是发聘书、印制聘书的过程，也许有一些 delay， 但绝对不会是我们昨天节目中揭露的1年5个月，或有个1-2个月的 delay。 你拿到证书的时间，拿到这个所谓副教授证书的时间，可能是在我当年好像是10月多拿到的，就是我8月1号已经起聘，但是起聘没有用，因为8月1号是暑假，上课大概是9月初开始上课，所以你大概在上课1个多月后拿到你的副教授聘书，那也没什么稀奇。但是副教授聘书上面一定明白的给你写起聘日期是，哈，民国，比方说84年的8月1号，那个是清清楚楚，因为那是你的薪水起算日，那是不会搞错的，所以绝对不会像你蔡同学一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因为当你想到会计主计要怎么出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每一个细节都是骗不了人的。好，结果你总统府真了不起，穿越时空给了一个蔡英文应聘政大教职大事记，来，在今天上课的最后贴出来，这是今天的作业。好，这个大事记呢很有趣，黄崇彦、张敦涵、什么林佳如等等等啊，林佳如不是那个，哎，不是跟那个烟有一点关系吗？现在不知道要不知道是不是好官自我为之啊，不是跟那个捡到烟有点关系，后来结果怎么样好像也不了了之，搞不好还继续。好，我们要来讲的是这个大事记啊，这是总统府在那个魔术秀的同时所秀出来的东西。这个大事记就有趣了，这个大事记写了两个很奇怪的点，一般人不会这样写。第一个是1984年12月8号，政大呈报教育部检送蔡英文学位证明博士论文进行副教授资格审查，这一章你就是有一个伪证啊，或者是提供不实啊的相关资讯的这个问题在。第一个，1984年12月8号哪来的博士论文呢？本节目已经拆穿了3册啊，政大法学评论2册，台大法学论丛1册啊，哪来的博士论文啊？没有啊，没有人有啊，连个封面、连个照片、连个影印都没有啊。所以总统府你光天化日撒谎。第二个，如果你是副教授的话，你刻意回避嘛，因为你知道心虚嘛，所以你写个博士论文。你不要忘了，你的公文上写的是博士论文3册哦，你不敢写，因为3册你就让人家知道你那个不是正式的论文嘛，而且你那根本不是博士论文，跟博士论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怀疑这份文，1984年这份证人3057号这份文，1984年12月8号这份文，也是已经有党国高人帮你塞了，才故意写个博士论文3册。其实正式的写法应该是集期刊论文3册，但是如果他上面写的集期刊论文3册，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你是不符合资格的副教授。因为如果你有博士学位，你就应该有博士论文，那你就应该拿博士论文跟博士学位去申请副教授，而不是拿3本期刊论文去申请副教授，在那个1984年的年代。所以摆明了这是骗人的，而且手法呢相当粗糙。为什么手法相当粗糙呢？
因为有党国大佬在支撑，有恃无恐啊！我就是安尼，你要是要安怎？好，再来看你这个大事记中的第二个起气点的气点是1985年10月28号，教育部学术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副教授资格。你很奇怪，你的起聘日期没告诉我们，哈，你的证书日期没告诉我们，你的证书、你的教书的时间没告诉我们，这三个才是你最重要的时间。从你教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你是一个黑官，啊，你什么都没有，你开始指导学生。第二个呢，从你应聘的时间，我们可以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提交了你所谓的毕业证书，啊，那么从这些重要的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你到底撒了多少谎。结果果然是小聪明啊，莱尔英粉集团跟蔡同学套好招，他就给了大家两个时间点，而真正重要的时间点都没有给。真正重要的时间点掌握在我们的聪明的小钓手啊，子瑜去钓出来的东西，这些钓出来的东西就告诉了我们，你真的就是一个假博士，而且是一个假的副教授。这36年来，你始终如一的行骗，我们会继续拆穿你。而且呢，我们要讲的是，你手上的这些公文，我们一个一个的详细的来讲。另外的7份半的公文你不给我们看，我们会继续的用司法的途径，要逼人让你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摊在阳光下。因为如果你见得人的话，就不需要用这种手法来掩盖自己的行径，不是吗？所以我相信很快的会真相大白，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相信坚持到底的必然得胜，让这句圣经的话来互相勉励你我。同学们晚安，明天见。